生活秀珍版 SHE。说实话，到底从哪个幼儿园蹦出来的？我们不是幼儿园的，我们是成年人。你再笑一个。啊啊！我看你有没有装什么东西？没有。你声音怎么那么奇怪？天生的。晚上不准出来。你晚上出来会吓死人的，这样笑。你要这样说，我就趴你家窗户。你会正常笑吗？你不，他不会正常笑。他只会这样笑。你们是成年人。对。多大年纪？报一下，你多大年纪？大家好，我叫云云，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26了。大家好，我叫杨平，我来自四川成都，今年也26了，谢谢。我叫莎莎，来自江苏省新沂市的，今年26了。那你们今天到这儿来干嘛呀？我们要来一个完美求婚。那也不对呀。啊，你们三个人向一个人求婚？怎么可能？肯定是三个呀。对呀，哦，三个对三个。对呀。那我们今天这儿热闹了。我们这从来没有三对三过，是吧？那是因为我们没来，对，要来早有了。你干嘛什么都凑一块儿干？因为我们之前约定说14要一起结婚，现在14都快过大半年了，都没动静，所以今天就一起来求婚了。另外，我想问一下，虽然他们没有挑明，有没有过暗示说想结婚？没有，他就是很关心我。那你怎么暗示的吗？我就说，老三说他7要结婚了，然后我们约定要一起。哦呦，这已经太明显了，这哪叫暗示，分明是明示。你呢？我？你男朋友有暗示吗？他没有。你都明示好多回了。只是我明示好多回了，然后我妈也说他。啊。你俩不小了是吧？嗯。对呀。啊，不小了，快奔三了。啊。然后就没啥了。就没啥了。嗯。看得出来他们三个人非常珍惜自己的这段情感，所以在对方男生不自信不挑明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主动的出击，邀请三位男士到今天舞台上来告白。蕾蕾哥哥，我想一下。我千万不要叫我蕾蕾哥哥，我是叔叔啊，叔叔。叫哥哥你会让我换衣服吗？换衣服？嗯，这样不挺好吗？我想正式一点，因为求婚是一件神圣的事。想换婚纱是吧？嗯，就显得比较庄重一点嘛。行吧，去吧，去吧，去吧。嗯。可爱的秀珍三姐妹通过网络寻认识，由于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身体体征，三人成为感情交好的姐妹。因为这份值得珍惜的缘分，三姐妹约定在2014一起结婚。然而，转眼14即将过去，三人的男友却没有结婚的动向。于是热情的三姐妹来到现场，主动向心仪的王子告白并求婚。那么三个并不认识身在各地的男孩会来到现场接受三人的集体求婚吗？你手上拿的什么？我告诉你秘密。你是给他们的礼物是吗？嗯。我看着你们这么踌躇满志啊，我更担心了，我怕不成功。你们谁去开启告白之门？我。行，那你去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得问你们几个问题。如果他们不来，你们会伤心吗？我不去那么想，他肯定会来的。你不会伤心吗？他要不来我揍他。你呢？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丢下我吧。你呢？我也挺有信心的，我觉得他应该会来。如果他们来了说想晚点再结婚，很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你们又怎么办？这个
私下来再跟他做做思想工作。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意见，你们都要坚持。那不等于是强迫别人吗？没有，但我相信他们是愿意被强迫。对，你们有点太自信了。但是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很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按键。他可能太忙了，对啊，来，他可能忙，请假假。有人没来哦。我他可能太忙了。真的是因为太忙吗？是啊，他之前有打电话，他有打电话说过，他说挺忙的，他说他尽量。不愿意，因为我要向你求婚。吓死我了！
的，来戴上。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咱明年结婚好不好？来，好，行吗？行。我就知道你愿意。刚刚被你一想，我准备好的词儿我都给忘了。那你什么先别说了，那就让我先说吧。虽然我没有 Kitty 猫那样可爱，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我以后愿意做你的洗衣机、冰箱、电磁炉、微波炉。但其实他们是真的婚姻。